Thank you.
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。利益如是，岂譬喻言说知可及乎？子如即今细念第三时佛事，且道现前众等同生相应一句如何止成？一从佛像舌根念，不觉花水足底生。
Thank you.
念佛陀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西天有宝，名曰青珠，为此珠陀入浊水中，入水一寸，则一寸之浊水即变清洁。此珠入水，自寸自尺，乃至于底，则浊水必随之而成湛。当知青珠者，欲念佛之净念也；浊水者，欲杂乱之妄心也。当妄心杂乱之情，能举起一念，如对持尊，按定六字洪名，一一出口入耳，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。这是一念而至十念，乃至念念不已，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。念佛之人，需要信心恳切，正因凛然，总念此生轮转之可悲，身厌尘恼纷扰为可痛，举起一声佛名，直下更无意见，如太阿剑横按当轩，如大火轮星腾焰炽，万物应之则了，触之则伤，直至一心不乱，能所两忘。道家之说不容再举，洁净之词何劳挂齿，可谓正修行之神术，超方便之正途，破死生执护之雷霆，足迷妄忧取之日月。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，往生堂上众等神灵诚之上善，决定往生。且到一念未萌以前，还有这个消息也无。世心空寂念合一，故国云归孰未归，花外玉鸡啼晓日，远迎新佛奉慈威。西thank you.
Oh.
Oh.
Thank you.
Oh.
众等依凭教法，所三时系念佛事，所及圣因，专为往生堂上众等神灵觉生净土。至今戒香富裕，慧聚盈煌，迷云开而性天独朗，望尘尽而心地阔通，诸根圆净，群业顿空。 一举念一花开，一露迎风，相符遇早。一持情，一果熟，寒烟对日，影落金元。精行坐卧在其中，游戏逍遥非分外。得佛受用，彻法圆底，常极光处处现前。 大愿往，诚诚忏悔，更为神灵至心忏悔发愿。我。
Thank you.
是愿度Oh.
上来三十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劝导往生堂上众等神灵忏除结业，发愿往生，行愿寄生，功无虚弃，唯愿神灵闻思法要，信受奉行，从事脱职连胎，永离业海，执政阿毗跋致，圆满无上菩提。大乘常住三宝，大乘常住三宝，南无大乘常住三宝。所有书文对佛共读，大愿经中佛吹难赞不作，学难而作，斯里肯邦安都朗路马来西亚绿叶国际会展中心，澳洲金钟学院，澳洲金钟学会，澳洲墨尔本万佛寺，印尼光华万佛寺，雅加达佛陀教育中心，菲律宾金钟学会，越南佛教教会，安遍寺，千佛禅师，净莲净舍，普明净舍，普莲庵，百万真经中学会，马来西亚韩学院，菩提经中学会，阿弥陀佛经中学会，华藏佛教莲舍，八达岭与沙兰经中学会，八圣经中学会，迦印阿弥陀经中学会，嘉应金钟学会，嘉东金钟学会，佛光金钟学会，福隆金钟学会，雪兰儿阿弥陀佛金钟学会，华严金钟学会，莲池金钟学会，普中阿弥陀佛教育学会，石更庄金钟学会，马来西亚金钟学会，世界各地金钟学会，等十种弟子并释迦如来一教，奉行诸修功德佛事三门是净空，今居世界各地经中学会，奉佛修斋，今为中华民族万姓祖先，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百姓祖先，往生堂上中等的神灵及亡灵诸比龙，世界各地天灾人祸罹难众生，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，世界各地瘟疫神中及罹难众生，
世界各地只卡病毒感染症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随风灾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战乱罹难众生，全球被杀害动物种灵，全球被堕胎之水引灵，即许得得之类见亲在住，其间三世悉念佛事，扬上世界各地经中学会等十种弟子，即随作功德主，即定三卷人等十字母所分享之心归空，中天调御释迦文佛，西方皆因弥陀如来，观音是智地藏菩萨，各报金莲座。民族万姓祖先，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百姓祖先，往生唐山中等神灵，即往灵出比龙，世界各地天灾人祸罹难众生，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，世界各地瘟疫深重及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只卡病毒感染症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随风灾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战乱罹难众生，全球被杀害动物种灵，全球被堕胎之水引灵，聚合得之累劫冤亲债主，千年去世以来，圣方为普开全路之茫茫，为宝华宣登彼岸，坦业太子默默朝见功德，几度慈航，直接护士喜在三世喜念发挥圆满之期，延庆法师数位期间朝见道场一用日，功德于中加持读诵经文往生圣座，奉修清净相在禅悦殊陀，三供十方三宝，彩龙天福将法眼，慈悲啊啊啊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祖先，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百姓祖先，往生唐山中等神灵，即往灵出比龙，世界各地天灾人祸罹难众生，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，世界各地瘟疫深重及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只卡病毒感染症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随风灾难罹难众生，世界各地战乱罹难众生，全球被杀害动物种灵，全球被堕胎之水引灵，许何得之类皆冤亲债主，长持良因早生净土，福缘缘尽中亲亲共度，早暮之期情同存，恭祈三宝真命朝见文殊，是为公元2017年9月17日主修佛事沙门是净空，修在弟子海南市净宗学会，澳洲净宗学院，澳洲净宗学会，澳洲墨尔本万佛寺，印尼光华万佛寺，雅加达佛陀教育中心，菲律宾净宗学会，越南佛教会安边寺，千佛禅寺，净莲净舍，普明净舍，普莲庵，百万真净宗学会，马来西亚韩学院，菩提净宗学会，阿弥陀佛净宗学会，华藏佛教莲社，八大灵与沙兰净宗学会，八圣净宗学会，嘉音阿弥陀净宗学会，嘉音净宗学会，嘉东净宗学会，佛光净宗学会，芙蓉净宗学会，雪兰莪阿弥陀佛净宗学会，华严净宗学会，莲池净宗学会，普宗阿弥陀佛教育学会，石根庄净宗学会，马来西亚净宗学会，世界各地净宗学会等十种弟子，拜拜敬诚。
Oh.
Oh,
尊敬的我们故事习斋全体主办的单位慈悲，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这一场故事习斋37念法会到这个地方圆满，那么法会呢非常殊胜啊，尤其我听到大家呢拼命的唱，哇，唱得很大声啊，真的是深圳法界响彻云霄，差一点把我们的屋顶都要掀掉了啊，真的很庄严很殊胜啊。那么我们法会啊能够这么圆满啊，这么庄严，首先我们要感恩所有的主办的单位啊，那么十几个单位来护持啊，起建这一场37念，我们给所有的主办单位掌声鼓励。那么当然啦、我们今天呢 能够大家唱得法喜充满啊，我们要感恩哈、我们所有的法师们。来给我们普照加持，我们掌声感谢。特别啊，是我们的乐众法师啊，他们都没有休息啊，这个一气呵成啊，然后
啊来领导我们啊唱诵啊，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他们，掌声鼓励。那么我们今天的乐众法师是国际牌的啊、哦、啊，因为我们啊两位维诺啊来自于啊这个印尼啊万佛寺的啊学务法师啊，我们掌声感谢。啊，另外一位呢啊我们的弘念法师啊，他是来自于澳洲墨尔本，也是万佛寺，我们掌声感谢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说两位法师啊都是万佛寺的啊，他是住持啊，再加上我们的觉贤法师啊千佛寺的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叫千佛万佛不离阿弥陀佛啊，太殊胜了啊啊，所以我们真正啊很难得啊这个因缘啊。那么啊我们其他的法师们都是我们本土的啊，我们国产的，我们给他们掌声感谢。所以这个法会啊啊在所有法师啊带领之下啊，再加上啊我们啊所有的护法啊义工们给我们照顾之下啊，才能够这么圆满，我们掌声感谢啊所有护法义工们。那么今天我要特别再感谢一下我们的啊这个音响组啊啊，我们呢啊这个音响啊真的非常好啊，所以我们的两位维诺啊最喜欢的就是来这里啊唱诵啊，因为这音响啊非常好啊，所以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发挥，所以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音响啊义工们。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所有的同修啊，在你们啊这么拼命啊努力的唱诵之下，唱得这么大声，法会才能够这么庄严，我们也给自己来点鼓励哦。真的很殊胜啊，因为啊我们能够啊这么多的单位大家呢一起合作啊，起建三十系念法会，这在全世界啊史无前例啊，只有我们马来西亚才做得到，我们掌声感谢他们啊。那么今天呢我在早上也特别啊跟大家讲到了啊，我们啊刚好遇到的是这个农历七月啊，就是佛欢喜月啊，叫做孝道月啊。那么我们啊要真正啊好好的帮助我们的父母啊，帮助我们的家亲眷属啊，帮助我们的历代祖先啊，帮甚至我们的啊累劫冤亲债主啊，要帮助他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个才是尽到圆满的孝道啊。那么如果他们已经往生了啊，那我们自己啊也要好好努力的念佛，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我们呢都可以知道生生世世的父母，我们可以报恩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啊，希望他们都同生极乐国，一生圆满成佛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在孝道月啊特别提倡好好念佛，我们将来啊一定要移民去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要去极乐世界呢，首先我们 要有一个概念啊，什么概念呢？对这个世间啊要能够放得下啊，其实你早晚就得放下的啊，早放晚放不如啊现在就开始放啊，也就是心里面啊不要执着，不要太在意这个世间啊啊。所以呢我们佛法常说啊要舍得，舍得能舍才能得啊，大舍大得，小舍小得，那不舍就不会得哦。怎么舍呢？你要慢慢的舍这个娑婆世界，你才能够得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师父啊，最近讲经啊，教我们什么？要让啊，这个舍跟让差不多了哦。教我们要忍让、礼让、谦让，不要跟人家争啊，这就是舍嘛。哦，那我们师父呢特别举一个故事哦，这个故事啊很有名啊。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这是清朝康熙皇帝啊，那么发生的一件事情啊。这个事情发生在安徽桐城啊，我们师父的老家是安徽庐江啊，这桐城啊离庐江很近啊，大概几十公里
啊。那我们师父的老师方东美教授，他就是桐城人哦啊。那么这个地方的读书风气很盛啊，然后呢，很多人呢、啊、都考上功名，做大官啊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叫做张英，张英哈、哦、啊，是康熙皇帝的大臣啊，礼部尚书啊，教育部长哦、啊，做到很大的官哈、啊。啊，那么可能张英啊，大家不太认识啊，我们讲他儿子，大家就很熟、啊、他儿子叫做张廷玉，啊，是雍正皇帝的大臣哦、啊，啊，我们常常有看那个影视剧哈、啊，啊，你看那个雍正王朝，你就知道啊，谁叫做张廷玉的，很出名的啊，啊，忠君爱国啊，对国家很有贡献啊，所以雍正皇帝赞叹呐、啊。啊，他是大臣当中的大臣呐、啊，哦，很难得啊。那么这个故事啊，是发生在他的爸爸张英的身上啊。那么因为他的老家在这个安徽桐城啊，啊啊，那么这个桐城有一个古迹啊，叫做六尺巷啊，六尺巷有一个巷子啊啊，这个巷子的宽呢、啊、是六尺啊，是一个啊典故，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。这个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张英啊，他的族人还住在这个桐城啊，然后呢啊，他跟隔壁的吴家啊，这吴家也是啊，权势啊，在当地啊很大的啊啊，这个富贵人家啊，那结果呢，跟吴家呢，在这个建这个墙上面呢、啊，起了争执啊啊，所以呢啊，这彼此啊啊，为了争这个墙啊墙的地界啊，结果闹到这个。县长那里去，县太爷那里去，这个县太爷啊很头痛，为什么呢？这两家都是名门望族，都很有权力啊，都不能得罪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张英的族人呢、啊，就写了一封信到京城，希望他的老爷张英啊，哎，来关照关照啊，希望给县太爷啊谈一下啊啊，给他打个招呼啊，希望这个官司啊可打赢啊。结果呢，就写了一封信啊，去给这个啊太爷啊啊老太爷张英、啊。结果张英呢就回了一首诗啊啊啊，什么都没有写，就写了一首诗回来啊。这个诗怎么写呢？怎么说呢？他就千里捎书只为墙。哦，你千里呀、啊、写的这一封信，这么远的距离，就是为了一道墙哦啊。让他三尺又何妨？你就让他三尺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哦哦，底下这一句很好哦。他说啊，万里长城今犹在啊，万里长城啊，万里长嘛哦啊，这个是很伟大的工程啊。从这个月球上看地球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只有看到万里长城。哇，这个浩大的工程，谁建的呢？秦始皇建的。所以万里长城今犹在。啊，不见当年秦始皇，哎，秦始皇到哪里去啊？作古啦，死掉啦，啊，不在人间了吗？所以你看看啊，这个世间呢、啊，你看你争了半天呢、啊，人都不在啦，你争了半天做什么？啊，所以告诉他让啊，忍让、礼让、谦让，一定要让。结果他家人呢，啊，看到这个诗啊，马上就让三尺，自动让三尺。这个隔壁的吴家呢，看到，哎呦，人家做大官呐、啊，老爷啊，啊，做这个大臣的，哎，竟然还让三尺给我们，哎，我们也要让三尺，互相让，结果呢，一让啊，就变成六尺，所以这个巷子啊，就叫六尺巷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教我们了、啊，你看他的家风啊，就是教我们啊，他们就是要礼让、忍让、谦让，啊，所以这个让啊，是他们呢、啊、家里面的家风啊，我告诉大家。他儿子让得更厉害、哦、他儿子张廷玉、啊、他怎么让呢？他的这个张廷玉的儿子叫张若矮、啊、这个老大、啊、其实他四个儿子都考中进士、哦、很厉害、啊、那么这个老大呢，他考中进士还得到第三名、啊、第三名、啊啊、第一名叫状元嘛，哈，第三名叫做探花、啊、所以状元啊，榜眼啊，探花第三名，很厉害的哦。这是皇帝亲自考试的哦。结果呢，他张廷玉知道了他儿子考中探花，马上跑去呀、啊、找皇帝，报告皇帝。他说：“拜托拜托，
请把我儿子第三名把他刷下来，不要让他 第三名，不要做探花。这皇帝啊觉得很奇怪，这每一个人一辈子啊考试争功名就是为了考上这个功名，什么你儿子考上你还要让他啊刷下来，很奇怪啊。真的人家是为了这个读书啊，叫做十年寒窗啊苦读啊，为了考上功名，结果你竟然要把你儿子刷下来，这皇帝想不通呢。哦，就问他了，他说啊，因为我们家哈啊考上功名的人很多哦，这个世间人啊为了考上功名啊拼命的努力读书的人太多了，结果呢人家不一定考得上啊啊，所以这么努力的啊去拼这个功名啊，我们让一下啊，让人家可以考上啊啊，我们反正家里也很多人啊都有功名嘛，让一让，这样你看连功名都可以让哦，不得了。所以他里家里的家风就是让哦，所以你看呢人家一让啊，这个家族不得了啊，他五代啊考中了十几位的啊进士啊啊，在这个世间啊受到大家的赞叹啊，这个家风啊是什么，就是让哦，所以我们要让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让啊啊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啦。为什么？海贤老和尚说一句话嘛，哈，争东占西，争来争去，最后只争到一席地啊，就是一块地了哈，也就是你争了、啊、争了半天了、啊、争到什么？争到一块地，这一块地我看吉隆坡还不少啊，很多这一块地啊，所以你争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，只有一块地，其实最后这一块地也带不走的啦啊，为什么？假的嘛啊、哦、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、哦，都是假的啊。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呢？我告诉大家哈、哦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说哈、哦，真的就是什么？真的就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他说，念佛成佛是真的啊，也就是阿弥陀佛手上哪一朵莲花是真的。所以如果你要争哦，可以。大家来争，争什么？争莲花，看看谁的莲花大啊，谁的品位高？哎，金台的莲花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愿呐、啊，拿金台的啦，誓取金台。我发愿拿金台，为什么？因为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马上就花开见佛，悟无生，要不要等很久啊？啊，有的还要等十二劫啊，太久了。我们呐、啊，争取金台的哦，这个才是啊。真正我们在这一生啊最重要的目标，其他的假的、哦、其他不要争、哦、啊。所以呢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呢真的要好好努力啊，我们呢唯一的目标啊就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争取金台的莲花，往生不退成佛啊。不过呢我告诉大家哈啊，我们最重要要从哪里开始啊？啊，要从让开始啊，学让，慢慢的学舍啊，舍得舍得啊，舍娑婆得极乐啊，我们呢、啊、得到什么？得到真正的快乐啊，极乐世界啊，那就要舍这个世间啊所有的一切万法啊，所以真正能够离苦得乐，往生成佛，这就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目标。啊、希望、啊、我们大家好好努力、啊、我们呢、啊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老实念佛，我们同生极乐国。谢谢阿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礼谢和尚慈悲开示，顶礼和尚三拜。阿弥陀佛，恭送和尚回辽。恭送乐众法师出班。恭送法师。